这棒带到了中左外方向，要恭喜林培伟生涯的首安出现了，在第六个打数，而且有可能是一支长打，没有问题啊！恭喜林培伟在2024年的9月1号击出了在中职生涯的第一支安打，这颗球哦要好好的把它收起来，当做传家宝了。这一来一往，对于郭玉正哦，其实也不太好受哦。 因为我确实上一个球我们从画面来看到，其实是有判好球的空间的，但主审没有解，接下来就把球往好球带塞了。林佩伟就完全掌握到这个球的进点位置。赛前其实有跟佩伟聊蛮多的，他有提到在开季的时候其实遇到了蛮多的挫折，那在二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忍下来坚持。